这个是一个光学的一个摄像头，这个是一个那个声纳成像的，因为它水浑的时候，它要靠这个声纳成像的来观察地形。这个光学的就水清的时候，它就能看得很清楚。它通过这个看到我们要需要收集的地方，然后它走到的地方，通过这个转盘一转动，把这个底下的一些污物拔起来，再通过这个管道，那里头有个泵，就那个泵把这直接抽上上去了。 大量的可能，在一些小的水域或者是水位比较低的地方，其实也需要这样的东西。但这个就是应该说有这样一个东西以后，我们可以把它再去转化，再去变成适应更大范围的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装备。